过生活，幸福多更多。欢迎收看《请你跟我这样过》。来，你今天拿出来的便当，你是要什么主题吗？如果我们在家里要自己做排骨然后鸡腿便当，说实在有点费时。对。那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快速的。就是，对，如果你今天到超市去，你可以选择那种猪肉、牛肉、羊肉的火锅肉片。火锅肉片。对，那像这种里脊肉片啊，或五花肉片都非常简单，你回来之后就稍微腌一下。腌一下。对。因为今天我们要展现的厨艺是烧肉便当。对，你就稍微腌一下就可以了。对，你这个腌法很简单，你也可以买那种方便的腌酱，就是那种像韩式腌酱或日式腌酱。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自己酱油、糖、米粒，然后加一点 sake 清酒。米粒，还有 sake 米粒，对，米粒，好，我叫米粒，我想放米粒，加一点米粒哦，然后你就可以腌。那大概我的腌法都是，我一次回来会腌，然后腌完之后我就分成一包一包，一盒一盒，我就丢到冷冻，就很简单了。对，然后我需要的时候。我再拿下来，那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也是很简单，就蔬菜都用烫的，然后用拌的方式就可以。用烫的，好，来，所以现在这边水滚了，我就先来烫白绿花椰菜，因为白色跟绿色的花椰菜营养成分都不太一样。对，利用这个水在烫的同时，对。好，因为妈妈们上班其实很辛苦嘛，哈，所以呢，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我们就同时开两锅来做。两锅好，橄榄油。对，虽然我们肉可以借油使油，但是我还是加了一点橄榄油，好的油进去。对，然后让它锅子有一点滋润之后，你看谭老师是怎么了？真的，他倒油的时候，我跟谭老师四眼相交。哦，所以这个油一点点，没有。不是每一个人料理的方法不同，对，不同哦。对，我们看一下你，好，看到最后就知道了。真的哈，好，那这个油稍微，对对对，因为油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在家里做菜的时候，我的油绝对不会让它冒烟。对，所以你的油不要冒烟。哎呦，冒烟就会产生一些分，拉分拉回拉干啊，真的。我不知道哎，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因为我没讲啊。所以你们刚刚四目交接的时候，我们已经沟通完两句话。哦，真的，好厉害哦。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因为火不要太大哈，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在做菜的时候，我都会跟妈妈建议说，我们火不要太大。第一，火太大，东西容易烧焦。对。第二，火太大，你会喷的到处都是。哦，很好。所以你在做菜的时候，尽量火小，中小火就可以了哈。而且肉火锅肉片熟的超快的。对啊，它非常快啊，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那个太大的火。啊，您在弄肉的同时，别忘了旁边花椰菜烫好了没有？还没哈。对，花椰菜要一点点时间，尤其如果是老人家的话，要稍微再烫。你要软一点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在家里做菜。会跟妈妈一起吃饭嘛？好，那这个其实很快，因为都很薄。对，好，这样稍微其实，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哈。你的洋葱现在就可以放下去，稍微炒一下。半炒。对。你就不要再用任何的，应该也还可以，因为你刚刚这样拌出来，你那个油脂对都够了，肉的香气，对对对，还 OK， 都够了。好。这个上来之后，我们稍微让它冷却一下下。好。对，要冷却一下。那你那边的冷冻青菜需要烫吗？要。谢谢你，三色豆。OK， 三色豆。这个三色豆毛豆。哦，这个好吃。毛豆非常好，口感都还不赖。你选毛豆就对了，谭老师非常的推崇。哦，是哦，是。我也好喜欢吃毛豆。我也推崇啊。哎，毛豆台湾在外销植物界，植物界蔬果蔬菜之界。台湾毛豆是台湾之光之一，你知道吗？是哈。外销量非常之大。好，谢谢。这个稍微我觉得火小了，泡一下下就可以了。好。那你看，刚刚我们的洋葱已经够了，我们就关火了。对，不要炒到太烂了，洋葱。对对对对对。可是它要有一点口感。甜吗？对，但是它那个如果太熟的话，洋葱有些营养成分啊，会不见啊，对，硫化素会容易流失。而且带便当不要那么懒。也许会再加热。那我刚刚这个锅子，因为我用就用这个油锅，再拌炒一下，对，就拌一下，比较有，然后它就会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因为我这个是做有一点像凉拌的这种做法。哦，对对，我用一点油，另外那个白绿花椰菜我是用油醋酱。那这个我的做法呢，是我就直接让它拌一下刚刚那个，有点香气。对对对。那就可以很简单的加一点点。他们在玩游戏哦。这个
练习捞豆豆，充分反映出唱片歌节俭的个性，那么重要这些食材，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要捞干净的，一点都没有错。好，我刚刚放了一点点的盐巴跟糖哈，这样子味道会比较平衡一点。然后我又借了刚刚那个一点的油，然后那个肉的味道，其实你就有那个肉末的味道了哈。而且油量很漂亮。对对对，这样子其实就够了。那只多切一点点黑胡椒。哇。好，那基本上我这一个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对，然后我这里呢就加一点点拌一点颜色了哈，我加一点点油醋酱，油醋，对，很清爽，这是不同的风味的，再一点点的黑胡椒，好，然后稍微拌一下，好，我们要来摆盘了，好，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看到没有，这个便当盒就是小孩子喜欢啊，嗯，小小的一格一格这样子，对，可爱，很好拌。对啊，就是小女生啊，如果你家里是小女生，她就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便当。像我们上班族不能吃太多，这样子也刚刚好。上班族对啊，这样够啊，这也吃太少，我的便当都超小的。对对，女生真的吃很少。你想把小甜甜放在哪里？她也吃很少啊，人家甜甜也吃很少，好不好？昌明哥上班的时候真的女主播不能吃太多，真的假的？我们以前电视台有一个员工，女主播播新闻播到一半，金色的大扣子，吃完午餐之后回来一转弯，咚，飞出去。真的啊，是谁？你说是谁？网络上找得到画面。好惨喽！好，那我们这边便当盒都很少，很小。我们这边就把刚刚炒好的摆上来。哦。所以这里面玉米、毛豆、红萝卜、番茄、花椰菜，嗯，好，蔬菜类，嗯，对不对？对，其实很不错，就这样子，嗯。然后呢，这个小饭盒呢，我们就把饭填进来，让它这样子。然后这个肉跟洋葱，我撒在上面哦，就放在它的上面。哇，真的哇，这样有点不错哎，牛豆饭的感觉，而且很快。嗯，对，就是快速，因为我们要快速嘛，哈。对对对，如果喜欢，上面也可以有一点点的黑胡椒。哎呀，对，有芝麻也可以加芝麻。小孩子的烧肉便当。搞定了，对不对？对，搞定了，厉害！哎，这个味道闻起来的确是还不错，很香，标准的妈妈便当的味道，真的。哎，重点是那口感呢？便当里面哦，真的妈妈给小孩带便当，我以前有痛苦的经验，嗯，不要带那些海鲜类的，像这肉就 OK， 嗯，像海鲜类的你再蒸过一次哦，那再打开来就真的腥味，会被同学嫌呢。所以你看这便当弄花椰菜是聪明的，不像很多叶菜类。你再一加热，整个颜色都变了。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多元的，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花椰菜啊，跟它的那个蔬菜是用有点那个酸醋去用的。然后呢，但是肉的甜味跟洋葱搭的味道又不一样。嗯，但它们在一起就很合。嗯，所以你吃这个就感觉不是只吃一种东西，很多元。对，小朋友搭的很棒。其实以这个搭配性组合来讲，营养组合来讲，它其实是还蛮好的，因为它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跟蔬菜的部分，还有淀粉。可是我要提醒。一下冷冻蔬菜这一块，对，因为它里面它全部都用了新鲜食材。不过冷冻蔬菜其实目前在所有的研究报告里面，其实它并没有不好，它营养价值反而是高的，因为它的蔬菜就是在采收完之后，它马上急速冷冻，对，所以它保留很多的维生素 B 群跟维生素 C。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哦，因为这个冷冻蔬菜我有研究，市面上有很多冷冻蔬菜，对。那今天阿娇她选到，确实它里面是有蔬菜的，有些里面它是什么，比如说它是有火腿丁的，然后豌豆仁的。跟那个红萝卜，那这三种组合的冷冻蔬菜里面，唯一的蔬菜就是红萝卜而已。对，那提醒一下，它刚刚这里面呢，玉米跟豌豆仁是属于淀粉。那它的蔬菜，那个红萝卜它是属于蔬菜，不过没关系，因为它还有做那个花椰菜把它补进去。对，所以如果你们要有些妈妈真的很忙嘛，因为上班族的时候真的妈妈回来要做那个小朋友便当，那你记得冷冻蔬菜里面你就要记得去选都是蔬菜的，而不是说哦有一些是那种肉类的，或是有一些是淀粉类。那就不是小朋友，就不是说完全吃到蔬菜，这个要特别小心。那谭老师，冷冻蔬菜其实烫起来也可以是一道菜直接吃，但它再用油稍微拌一下，你觉得这个味道会加分吗？其实我觉得它可以直接烫的时候放进去，因为像我个人的话，我就会直接烫的时候就放进去，对，就吃它的原味，对。因为但是他可能是觉得这个肉汁很可惜啦，对。这样子讲，或者是说，如果你怕倒油不进去的话，像外面有一种容器啊，它是喷雾的啊，对，油放进去，对对，像铸铁锅。
锅就很适合，那个油就不会过量，对对对。那基本上是很 OK 的一道。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也是很快速的，漂亮，过关，好不好？恭喜恭喜！第二位小甜甜，好的。这道菜名叫做什么？它叫做天使手工珠宝盒，沙拉珠宝盒。哎呦，这个好听耶！对，那这个瓶子呢，很简单嘛，就是珠宝盒。意思是这样，对，意思是这样子。不然你讲盒，不然你讲说跟我们小甜甜，不然你讲说手工沙拉盘就好吗？哎，其实我本来很想有气质。这个家伙他一直会影响我。好的，息怒息怒。对，这个珠宝盒在家里很好取的。好的，珠宝坛。不要丢掉。好，它留着。OK。哎，这是什么？米浆？不是。那什么呢？这个是那个芝麻酱，芝麻糊吗 ？That's right。沙拉酱啊。对，那个芝麻的口味，那个比较和风系的那个芝麻酱。好，先倒进去。就比较不会有负担，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千岛酱或什么太油了，就量太高。对。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通心面下去了。好，通心面在最底层。对，因为我对我来讲，一层一层的，对，哎，这一层一层满满都是爱，每一层的爱不一样，它是有层次的，从一点点到很多很多。然后呢，这通心面为什么最底层呢？它对我来讲就是这个 set 里面的主食。哦，对，你要一直掉出来，好讨厌哦。有时候爱会满出来，所以它掉出来就是很高。对，接下来第二个要让它放进去的就是小黄瓜。小黄瓜，小黄瓜很营养，而且我觉得夏天啊吃它非常的清爽。哦，对，而且通心面配小黄瓜。对呀，我跟你讲，这就像一段感情，你觉得他们不合理，但其实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他们合不合理？哦，是这样。所以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蹦出新滋味，你就会觉得哇，好绝配！咚咚。所以你这些都是先烫过，对，你要先烫，而且你烫完之后你要放冰箱，因为它才可以保持它的脆度。可是你不要，可是有时候会，你知道冰箱的夹层，你不要太接近那个很哎跟挡那个，它第二天会冻伤啊，对，它第二天会结冰，会对，会冻伤，蔬菜就会冻，口感也会受伤，就一段感情你要慢慢的，太多会受伤。它明明只是个。沙拉，你为什么一直讲到这？因为每你看，他就是拇指之间嘛，然后我这就是希望就是爱情，他希望慢慢来啦。对，感情不要吼太快。然后玉米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到了什么？黑木耳，黑木耳，好东西，非常好。谭老师，你这个是照五行的概念是吧？没错 ，Q 谭老师的意思是干嘛？就是让他就是来跟大家讲说，其实我准备的东西真的很健康，是对的。所以你这个金木水火土，你看怎么会 Q 谭老师呢？来，张卫松老师，没来啦，我没来。好，那我们黑木耳放进去，所以你平常有一些便秘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对，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男生也都有的会有那个便秘的问题。看我干嘛？你应该有，对不对？这也是为了健康。对，就健康啊，而且他会觉得你很贴心。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袖珍菇。哦，对，袖珍菇。不过它颜色的编排，我觉得是有用心的，有区隔，对不对？层次感有出来。接下来我们的生菜。那你玉米嘞？玉米等一下再来，慢慢来吧，不要急，像谈感情一样，一步一脚印。然后生菜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的人喜欢吃那种高丽菜或者是紫色高丽菜那种沙拉的也可以，一个人自己决定。然后就叠生菜上去，那因为刚才我下面料放的有点多，所以呢，这时候你发现了用生菜。你知道感情的有时候在最后你就是要压，而且你在压的同时，它慢慢的酱汁也会往上，就是代表感情升温。That's right， 而且就会渗透了。哦 ，OK。压完之后呢，玉米粒就可以来了。玉米粒配色很漂亮，对，是不是？这很有巧思。那你上面还有空间啊，怎么办呢？再来点生菜吗？对，没错，因为它毕竟是沙拉嘛，所以呢，你就可以用生菜把它弄满。而且呢，生菜感觉就是想要传宗接代，就是。为什么？这个学问好深，生菜，生小孩吗？对呀，生生不息，生小孩嘛，然后对不对？有点怀疑的，这些都是蔬菜类，你可以再加一些像那个蔓越莓干，或者是如果你喜欢葡萄干都可以，因为女生就喜欢，男生好像比较喜欢蔓越莓干，女生也爱啊，对不对？吃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两个一对情人共餐，憋尿憋到尿酸，对，这很贴心，而且你知道。甜甜蜜蜜，万年富贵。这两句有是这样多的吗？不是，过年特别甜，满年富贵。有没有？这一个要讲国语台语，然后撒上去。
好，那这时候呢，我会做多一点巧思，就是呢，我会用这个腰果，对，坚果也可以啊，就是你个人喜欢，然后我个人很喜欢腰果，你可以去买市面上这种，就是它没有糖的，没有盐，原味，对，原味是比较健康，有概念哦，你可以用几个一整颗的下去，对，一整颗，增加口感，不要以为只有这样子放腰果，然后再把它压碎。压碎，对，压碎干嘛呢？压碎之后，岁岁平安啦、啊！好平安，平安一大块，是不是？就是很甜蜜。你是怕怎么样？遭遇不测？还有那个，有些花不都是有那个买花的时候会送一些花语吗？对不对？有个小卡片花语。你这一坛，你这一盆，这一盆不得了，应该有一个，也要有一个沙拉语，有没有？每个菜的沙那个语语汇。很多人可能看说啊，这只有这样子。如果你看我这样分析下来，收到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有心的。对。然后最后你可以把它压碎，然后再把它撒上去，因为这样子粗细不一样，口感不同。哦。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很厉害，感情完了。当感情差不多，你都决定了，就要把它套住。不是，就要把它套起来。再来呢，就是你其实前一天晚上呢，先做好，你可以先做好，放在冰箱里面冰。而且你就不只做一个，因为你整个都一次穿烫好之后，你可以分个好几盒装的。这样菜不会烂吗？就是这，你问到一个重点，其实你有脑袋。我重点，我有脑袋。对，有脑袋。你说给我听听看。就是呢，为什么它从通心面这个做基底，就是菜往上这里有没有排队？排上去，因为这样子下面的寿司就不会用到它们，所以就不会因为浸泡它会烂掉。你隔天拿出来的时候，把它倒出来，酥酥脆脆，口感菜保持干燥，没错，这样就完成了。还没，还没，我们要讲求就是这个是主食，但我觉得甜点很重要，还有甜点，而且是自己做，也是要让它一整套的。哇哦，这什么？这也是一个健康的甜点，它是 yogurt， 可是呢？通常我们可以去那个超市买那个优格，只有原味的，然后最好就是零脂肪的。再来就是你回家自己加你喜欢的水果。水果。对，就像现在夏天，你可以放西瓜。哦，奇异果。对，奇异果就很，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它很健康。橘子。橘子，然后同时你还是一样可以放一些蔓越莓干跟坚果。坚果类，然后要把它倒出来。对。倒出来，你才装进去要倒出来。吃的时候要倒出来。哦，我以为是直接酱就挖了就吃，哎，不是这样就很没有酱料，上面的酱就挖不到了，挖不到。然后最后沙拉酱，其实也可以选一些口大一点的玻璃罐，对对，我觉得是，可能开口要大一点，就比较狭隘一点，可以像盘了啊，不会啊，因为现在有些正方形的，每个人扁扁倒出来，每个人珠宝盒不一样。其实你装满这一罐倒出来的量还算 OK， 不少哎，没想到这么多。可是这种沙拉类、蔬菜类多吃又那个没关系，就可以吃多一点啊。你那个甜点要倒吗？要到啊，要到。对啊，你要好了，你要优格要小心哦，因为海风优格保今天。哎，真的很可爱，男生就会觉得很可爱啊。对啊。哎呦，不错，还不错。小甜甜看到这个真是太多才多艺了，谢谢，就是水果，然后跟优格满满的都是爱。好啦，各位，我们一起来享受小甜甜的爱。珠宝坛，来来，珠宝盒，对，大家试试看，好不好？哇，很特别啊，这个脆度还可以啦，哈。哎，真的有，因为他说的，他把那个酱汁放在下面，所以我吃那个青菜的时候，那个这个菜不会烂烂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放一天，那个菜烂烂的，就吃起来就那个口感就很不好。而且通心面也入味。营养师，你觉得这营养有加分到吗？嗯，因为我觉得甜甜还蛮聪明，真的用爱去做，有感受到，有感受到。因为一般大家在吃生菜沙拉，大概就是只有蔬菜跟酱料。那它酱料，因为它选择的是那个芝麻酱。我坦白讲，它芝麻酱稍多了一点点，以热量来说稍微多了一点点啊。不过男生来吃的话，这个油脂差不多。那它因为它有放淀粉，很多人做生菜沙拉他会忘记放淀粉类，所以他用通心面。那通心面呢，刚好就是在中餐的时候刚刚好。为什么？因为通心面其实热量还蛮低的，而且它的那个所谓抗性淀粉还蛮高的。然后因为它又经过冷冻，所以它热量其实是可以打折扣的，所以它蛮聪明的。不过今天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蛋白质，对。蛋白质，不过我想甜甜应该还是有想到蛋白质，所以他用了优格来做一个餐后的，而且肉就是我啊，那甜的
料蛮多的，可以跟你的表情是可以吃很饱。所以如果你当一餐，比如说上班族的中餐来吃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搭配那个优格加水果，这样子营养上面来讲会比较均衡。那谭老师觉得呢？如果是我，可能要再真的要加点蛋白质啦。哎，对，我真的会加点鸡丝。对，对对对，就是白色的鸡胸肉，我觉得这样子小孩子可能才能够撑得比较久，要不然这个真的很好吃。不是水煮蛋也可以，对。其实我建议就是，如果你这样做这一道的话，因为有时候如果是夏天吃，卫生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前一天晚上做，你大概真的就是中午之前，我觉得就要把它吃掉，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珠宝盒，所以透光啊，基本上我们希望蔬菜保持营养价值上面，其实我比较喜欢阿娇姐，就是不要太少女啊。其实我有时候用一点便当。把那个蔬菜包起来，它的那个 B 群跟维生素 C 确实是比较不容易流失。对对对，那如果你用这个，你这样用个便当盒把它装起来，然后到时候要给它包装纸包起来，也可以，哇，这可以，对，比较透光，可能比较营养价值比较高。好的，好，谢谢小甜甜，谢谢，很有创意的老板。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样的便当呢？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们做新闻的其他专长没有，专门下标题是 OK 的。这也是一个 gay bye 的人，跟小甜甜有什么两样？今天带来的是爸爸的八角便当，让一次品尝到八种幸福滋味。八种真的有条列出来。我总共要做大概八道菜，在一个便当里面依次呈现。先来这个鸡肉，对不对？我先把这个先稍微先腌的胡椒，有黑胡椒，然后酱油一定要的嘛，大蒜，然后还有一点点人家用米酒。我的话，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雪莉桶的 whisky。稍微浸一下就比较有入味了，然后重点是这个干煎去骨的这个鸡腿排，火一定要用最小的火，对，用一大火，不然焦了，很低温的，这就最小的吗？这样子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这东西放下去呢，我昨天在家里面测量，大约大概就是需要你这么七分钟的时间，这么小的火，七分钟鸡排会熟，差不多。差不多，哎，不过说实话，我大概婚后没有什么机会做菜，是真的，因为通常是我老婆就直接处理掉便当这一部分。我们男人出来通常是做大菜比较多。大菜在说大话。哎，真的耶，这个这么小火鸡排皮已经开始不蓬勃了。对，重点是要煎到那个皮的部分有点开始出现煎黄的时候，再翻就好。哇，不要常翻。你这种煎法，我告诉你，谭老师爱上你了。然后所以它不粘锅就很好哈，真的没有烟哈，没有什么烟啊，没有烟呢。对啊，毛豆其实在下锅之前最好也稍微先穿烫一下。我今天带来有些是半成品的，包括像这个四季豆，等下撒点芝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吃。哇，你这还有那个哎，用水直接去热烫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你在蒸白米饭的时候呢，对，在蒸米饭的时候，对，就直接放进去一块蒸就 OK 了。对，所以这都可以在蒸饭的过程当中把它时间省下来了。在锅子上面滚动跳跃的毛豆，好，调味盐巴就好了，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了。好，因为昌明哥这年纪也不太喜欢吃太多。谢谢你，你怕高血压了？高血压肾脏也不好了。好，这很快快就上来了，好期待啊！好，哦，这样就好了。对。然后接下来第二道菜我要做的是，做到现在为止有人终于说了好期待了，有没有？阿诺啊，真的会期待哈。会，因为那听到那哔哔啵啵。中年，我们刚刚也从小甜甜身上学到，我们凡事都要跟爱做一个结合。没错。今天爸爸带的是八角便当，里面充满了八种爱心的爱，哎呦不得了，幸福的滋味，还会期待。就先炒一下肉丝。这个是牛肉，有腌过吗？有腌过，这个就是大蒜片加点酱油就可以了。腌了一下之后，我通常是炒到大概快五分左右，五分熟就先上起来了。因为等一下炒红萝卜的时候，要等红萝卜它软的过程的时候，再把肉倒下去一起焖一下，就刚刚好。对，还是要有步骤的。对，差不多五分的时候就拿起来，接下来就红萝卜。好。现在因为大家比较养生，以前我的妈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通常红萝卜会让它焖到有一点点出水。出水之后再勾点芡，但现在人都不太勾芡，对，热量需要的是，我现在需要的是，其实要一点点水。喊停哦，啊停，我这么少。它的盖子呢？可以，盖子，盖子好，再多一点点，好，再多一点，是。我也是用心良苦，希望他们可以多运动一点。那有什么问题？昨天上到是哪一只手？可以了没有？可以了没有？可以可以可以，好。其实照它这个鸡皮的油量，刚刚那个橄榄油其实可以更少一点。对。如果是不粘锅，完全根本不用。不用，对，就是完全是干净。鸡皮的油就可以了。鸡皮很容易出油。非常。
好，剩我们有点点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做这个寿司醋的饭。哦，寿司，你还特别带容器要压。对，我们家就会有些可爱的东西啦。其实基本上它不需要把它真的倒下去搅拌，因为会太多。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器皿的东西沾一沾，这个可以。哦，才不会黏，才不会黏，而且它会有一点点那个我们吃寿司醋的时候寿司醋的那个味道就 OK 了。是沾白醋，对，消化会比较好。哦。嗯，然后就把白米饭放进去，诀窍就是一定要塞得很满，它米才会扎实。对，没错。爆厨厨，要鸡排什么时候翻面？现在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你再看一下剪。好，你看一下皮，差不多了，差不多对不对？你看，金黄色，漂亮，漂亮，做的好棒啊，很厉害哈，厉害厉害。而且重点是今天我做的菜，大人小的口味都 OK， 可以一块吃的。然后它这些菜啊，因为没有海鲜，对，基本上这几道菜，如果是便当放凉的时候，没有办法加热的时候，也 OK 可以吃，不会觉得恶心。真的，有些便当会冷了以后就觉得啊，没有热，感觉很恶心。对，这个便当不会，不会的哦。对，然后重点是，如果你要给小朋友的话，一定要他便当拿出来说，让其他的同学说，哇。我要跟你当好同学，所以爸爸妈妈要抽一点费心的部分呢，就是在于要准备一些不会不会东西。哦，这个是绝招，这样就不菜了。哦，这样就是一道菜咯，放在旁边。然后，因为这个是比较偏蓝色嘛，对，就要搭上点红色的红萝卜炒肉丝咯。好。啊，当你小孩好好，真的。嗯，这个平常都是他妈在负责。这两道菜都是你煎制哦，我们是负责吃，其他就简单了，因为我刚刚讲过，有些已经是之前已经过了水就好了嘛。对，来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好了，因为这面那么大，像这个呢，哦，小小的，我们放一点，已经很可爱了。对，然后放上一个卤蛋在旁边。哦，什么都有，豆干，哦，不得了。待会如果你的鸡排跟其他的都放上去，我觉得可以到火车站去卖了。这基本上就是福杯满溢的便当了。哦。然后放进去一个，这个其实也在我们蒸饭的时候就放在电锅里面一块蒸，从小就帮小孩子射护线照顾好。那这些道具呢？这些道具，哎，这又是另外一个重点了，请看一下，这些里面要必须要一个车车，小车车。为什么要小车车？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让小朋友直接用手去抓这些南瓜吗？所以你就把这些东西呢，就直接插在南瓜上面。插在豆干上面，天哪！你在吃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可以有这个，好可爱，就看着就很爱，对不对？太专业了！哎呀，来，小甜甜整个被吸引了，你有感觉到这也是有爱的存在吗？有，这个很厉害，这有抓到小孩的心。对，好了吗？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喽。哎 ，OK 了吗？可以，好，直接拿起来。哦，差不多，这个两个。这个颜色很漂亮哦。重点是腌完之后，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不太需要去理它，对，而且它不会那个焦掉就好了。好，基本上通常要稍微放凉一点点再切会比较好切了。不过我们因为今天录影的时间比较紧迫，我就直接切了。哦，但在切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手不要被烫到哦，绝对。吸一下油，对对对，应该是要吸一下油。吸一下油就比较。吸油的方式，平常我们怎么样吸我们自己的鼻头粉刺的方式，就照这个模式。对，好，还是侧切会比较好看一点。我觉得那个皮脆脆的，就是很。我还以为一片下去就好，还这么贴心。对啊，侧切。对啊，切好一片一片呢，好搞干哦。你真的把它弄成在餐厅嘞，那个 feel。因为那皮啊，要带进去吃，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它这样切下去，感觉那个鸡肉很嫩哈。对。把它拍进去里面。哇，好香哦！这个便当一打开就是澎湃，对，八道菜，精致。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芝麻四季豆嘛，所以出去之前还是要稍微撒一点点芝麻。哦，一二三，完成了！哎，真搞定了，厉害！八道菜，哎，这个便当令人期待哦，真的，令人期待。阿娇姐，你一定要吃，我要塞到嘴一半的，你看。因为我刚刚从坐在那里，我就开始一直很期待它的味道，你知道吗？尤其是男人做的便当，我们都习惯吃自己做的了。对，我要那个，小车车，然后上面插的那个公车暂停哦。那再给你多一个南瓜。哇！
哎，好可爱，就是要这样吃才有 view 好不好？你吃这一套。哎，小朋友，这个他们玩很久哎，当然，嗯，玩这个。而且为什么你的红萝卜这么甜呢、啊？真的，因为有爱的味道，哎呦，因为有爸爸的八角的八。八分的爱，嗯，幸福的滋味。哦，这个鸡排真好吃，好吃，嗯，好嫩啊、哦。它的皮要慢慢低温，鸡排真的一定要低温，低温慢慢煎，还有真的不要好酥脆哦，然后里面是嫩的，对，想不到对不对？嗯，好棒，非常有水准，口感就吃完了呢，对，吃完了，这么庞大，你们好意思？哎呦。嗯，以后我中午在电视台门口再卖了啊！好好好，爸爸的八角便当一个80块，主播便当，值得，值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定了。以后我们录影固定送50个过来，好好好，要打折哦。昨天就开始煎鸡排了，50个。来，营养师，你觉得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便当真的可以贩卖了，真的，因为营养还蛮均衡的。以小朋友来讲的话，因为它其实配色来讲，其实都有顾虑到，比如说红色的啦、绿色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衬底的要配一下。对，对，那个小朋友就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植物性的蛋白质跟动物性的蛋白质。对，那有适合上班族吗？其实也可以，因为是，可是它就是说，如果说是上班族的话，还有就是我建议，就是因为它旁边还有点空位嘛，哈，就是可以把它放更多的蔬菜上去，因为它的蔬菜是来自于它的红萝卜跟它的那个四季豆，四季豆，那可以放大概2-3个四季豆，那相对它的蔬菜量。可能就会更 多一点了解。那谭老师觉得呢？觉得我的维多怎么样？没有评论的便当，你们都有求救哎，一起来相亲哎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哈，如果小学生带，我觉得很好，但是国中生，你儿子可能会很可怜。量不够，不是因为我觉得太漂亮了，所以可能很多同学一个人要一个，然后你小孩可能就没得。儿子念国中不是这样子，儿子念国中是带给他的女朋友，他自己去买便当的。对，国中就在女朋友，还可以国小就。差不多，但是这个真的是蛮适合小孩子带，小孩子真的还会蛮喜欢。上班族呢？上班族我觉得带了也觉得心情很好，营养啊各方面口感也真的我都觉得蛮好的。但会不会太高纲了？有一点，可是我看起来是还蛮快的，蛮快的，对，而且它都是用新鲜的食材下去做，我觉得这个还蛮好。以上班的一个便当，我觉得尽量还是以新鲜原料的一个去做。天哪，你也完全虏获专家的心嘞！因为爱都是要新鲜的嘛，真的 ，fresh love。好，谢谢永康，谢谢。哎，这道菜关系到你婚姻做得好，嫁得好。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个人这么懒，所以我今天推出的是非常。你说自己懒，但是我一定会注重老公的营养啊，所以我一定要用最方便的方式搞定一个便当。对，所以我一次要搞定4道菜，然后只有4道菜哦。对，然后就一个电锅搞定，电锅叠叠乐，电锅叠叠乐，便当，哎呦，爱就要一层一层的这样叠的，就像你跟你老公两个人也是这样叠嘛，叠着叠着就变三个。4个人5个人嘛，好敢讲哦，害羞了啦。叠叠乐，你准备给他准备什么样的菜色？你压轴哎，对我今天准备的，我完全忘记阿诺要做菜了。我刚才讲完，我也忘记了做菜。小叠叠的画面呢？哎呦，不要这样子，我会害羞。大家都有经验了，来。我今天准备的4道菜，其实第一道菜就是可乐卤油豆腐。哦，用可乐？对，因为可乐现在很多人用可乐去卤，然后就是让增加它的甜味，了解，就把它代替它的糖。然后再来就是旁边，这就是我准备的另外3道菜，一道就是马铃薯泥，到时候会拌3道香松。OK， 然后之后毛豆玉米又出现了，对，毛豆玉米，因为老师有那个讲过嘛，这个是很营养的，所以这毛豆玉米等等会有点像凉拌的方式啊，用素蚝油去拌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白木耳，黑白木耳，黑白木耳这样子，一样是去拌炒。但是都要蒸过，所以我第一层哦，叠叠乐第一层，我还是弄饭。饭来，饭很讲究哦，很讲究，你要准备适当的量。不然每个人适当的量不一样。对对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进去。对对对，一定要倒进去一杯。啊，你要洗过吗？有洗过了，有洗过了。然后啊，那个反正大家都煮过饭嘛，那个水就大概就是比1:1多一点点这样子。哦。但是其实平常我在家里头有时候会喜欢用糙米饭之类的，所以你的比较健康，对，水分你自己可以去斟酌。对，这是我的第一层。好，之后第一个就是可乐叠叠的，可乐的卤油豆腐。好，这是可乐。哦，那可乐哦。对，这么就直接淋上去，直接先淋。
全部都淋。可乐我是全部，但是当然要以大家的那个喜欢的甜咸，然后酱油，嗯，年纪大了嘛，我一点点就好了啊，不然年纪大你不用可乐，你用鸡肋嘛。我打出来了，酱油就一点点，其实跟鞋加油，好可怕。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酱油其实偏甜的，所以我就要大家去就是调整一下你的咸甜的比例，所以我个人就是觉得酱油放一点点，然后可乐就让它有点甜味。第二层，然后再来第二层，其实就这样子了，我不用再做任何东西了。你就要把每个东西切丁，对，原味我要先去蒸，所以你就是切丁，然后把该切的切切，这样就好了，非常简单。好的，来准备喽，各位，叠叠乐，叠叠乐，一层半，正中间。对，好，然后我要先放两个内锅。哎，你外锅要不要加水？要要要，对对，我要加两，先加一下了。哦，好。妈妈们都在担心小朋友做菜。对，你看阿娇姐刚刚要不要放水？我没有办法，我每次在厨房，我妈都超吵的。她说：“你那个菜你确定要那样切吗？那个肉你要那个逆纹理。”我想说逆纹理那个猪肉还有分纹理。然后之后放，这是先放一个这个下去。好，然后开始我的第二层，对，隔层。第二层我也放这个，我的可乐卤豆腐。那第三层要怎么办呢？就是小 paper 咯，你可以准备木块，或者有些人家里头那种刀叉、刀子，其实都可以，有一点点厚度的，但千万不要放塑胶进去，好不好？然后是这样放架起来。还有千万不要放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那种卫生块，竹筷绝对不能放卫生块，那个都有泡药。对，好。有一点点空间之后，你就可以把第三层放上去。哇，这个很厉害耶，很聪明呢，一家人，叠叠乐就完成了，然后就把盖子盖上，就盖上，就按钮按下去，按下去，嘟嘟啊喝呢，这个时候就然后我就可以化妆了，哎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真的跟来讲电话，叠叠乐了，哇塞，这个时间就。真的很快，真的一道菜最麻烦就是你要把所有萝卜切丁，前置作业，前置作业比较麻烦。其实只要刀工快了，一切就 OK 了，就等它跳起来就可以了。跳起来饭熟了，其实它应该差不多也都 OK 了，没错，对不对？哎，可以嘞，跳了，快要来喽，好期待哦，来喽，一二三，哎。哦，哎呦，你这种耐看的功夫，哇，拜托，可以嫁了。厨房煮菜不能怕羞，好不好？很好。接下来这个我就是开始拌，第一个我就来拌，我刚刚料已经在可乐的这里，可乐卤油豆腐，我就把它这样拌。哎，这个真的对很多新手新嫁娘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真的。对，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套房嘛，套房没有那个炉子可以煮菜，所以我只有大桶电锅。那这样子如果有客人来或怎么样，也蛮好的，这样真的比较方便。我这样这一道已经拌好了，搞定。再来我要拌我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马铃薯。就把那个三岛香葱抓进去，这样就搞定了。真的哦，哇，味道就够了。真的很懂得取巧哎，对啊，对啊，现成的，对不对？是，但是就是还不错，有个样子。其实就看你想要味道多浓啦。我个人很喜欢吃三岛香葱。再来第三个我就来拌我们的毛豆跟玉米粒，我差点讲花生。然后呢，我这个拌是拌一点点。素蚝油哦，然后你拌素蚝油，其实就用怕太多，那个真的那个老人家不太行。你说永康吗？你老人家指很广哎。我今天真的发现，就是小女生跟妈妈做菜好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好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种精致的感觉。我一度以为他要讲的是矜持，就是精致。因为这样小小的，我们妈妈也很精致。我讲错了，婆婆也都有在看。对，小女生比较懒惰的。哦，对，就是好，就这样大概拌一下就差不多了。三素蚝油，那你这个黑白木耳嘞？我就会加一点点香油。香油，盐巴也应该要加一点。有，要加一点盐巴跟黑胡椒。嗯。然后我先和一和，然后盐巴呢，就是不要太多，一点点，然后加一点黑胡椒，黑胡椒，稀释哦。
哎，不是黑胡椒啦，不是巴西里，那个巴西里啦，我反错了，巴西里啦，哦，又香油又巴西里，搭吗？中西合并，对啊，有点中西合并啊。对你确定这组合对哈？对，也可以啦，因为巴西里也是台式的香菜，对啊，对啦，吃一点会有不同的香味。其实这道菜你也可以另外一种做法，做成这种加醋的，哦，对，把它当成酸的那种，对，就不一样，这香油就。你可以做一点小小的变化，你还会变换，你真的有在做哎，有啦，这样其实就完成了，我可以开始摆盘了。好，来，你没有先挖三个六，怎么会这个饭被你挖成这样呢？哎呦，这种刚刚手可以啦，手工做的东西，还说你会比较精致，不要，再来，就是把每样菜。放在旁边就好，均匀放。对，我红萝卜想给他多一点。什么样的媳妇煮菜的感觉符合婆婆心中的标准？愿意做就很 OK 了吧？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也不要太 gay 搞。哦，不要 gay 搞。这样子属于 gay 搞。没有没有，他还可以，他还可以。对啊，他真的 gay 搞是小甜甜那一握嘛。哎呀，这个还不会啦。对，不过那真的蛮有创意的。对，而且你知道吗？如果婆婆跟甜甜在一起的话，我觉得那个婆婆一定爱秋海。真的吗？秋海还娶。是吗？哦，到时候婆婆一定会逗得公公婆婆开心。婆婆吃饭啦，拿那一瓮给婆婆。婆婆不扁他才奇怪。回家啦，回家啦。婆婆太辛苦了，你看他啦，好玩。完成了，摆好，摆盘完毕了，有没有？蛮有样子。哎，真搞定啊！以妈妈的角度，这个道菜还 OK 吗？说真的，好淡哦。淡啊，真的假的？我觉得是蛮淡的。我觉得还 OK， 它的玉米的那个部分，因为它有加一些。我都没有分配到玉米。哦，就是木耳部分，对不对？木耳蛮。木耳比较少，它里面没有肉。我没有加肉啊。它没有肉，它没有，我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就感觉好清淡哦。如果你是到那个吃素的家庭，它应该很好。但是它的豆干其实就代替肉了。嗯，对。嗯，其实有蛋白质，其实老吃肉，对，豆腐也有蛋白质，对对对。但是这说实在的，很清爽，很下，就是你吃的感觉是会就很舒服。我是觉得刚才有一道不是有素蚝油，然后素蚝油再拌这个饭，有以前的那种高咖喱，因为以前家没有钱，那种阿妈都用，对。我觉得如果能够再加点青菜会更好一点，再加青菜。所以你觉得玉米、毛豆、马铃薯、木耳还不够，因为这个好像没有绿色的蔬菜。玉米它也不是蔬菜，对，它是淀粉。毛豆也不是蔬菜，所以它的蔬菜就来自于红萝卜跟那个木耳而已啦。不过我觉得它的蛋白质确实要换一下，因为虽然它是植物性蛋白质，可是它的油豆腐是属于高脂的，而且它的用一些。可乐去调味这些可能不是你不认为可乐调味是好东西的？对对对，因为没有必要啊，就是因为它只是调它的甜味，我觉得与其这样，倒不如加一般的糖就可以了，对，就够了，对对对。蛋也可以用可乐卤啊，肉也可以用可乐卤啊，猪脚。其实我建议你这个油豆腐可以换成蒸蛋，你就反正一起下去蒸，让它更好吸收，对，价值到你的。那你们会放肉吗在里面？蒸蛋就如果蒸蛋的话，你也可以放点海鲜啊，对，你就用点虾仁啊，或是一些海鲜，然后一起蒸，其实它就一起熟了，所以还可以再学习，再学一下，这个东西更完美了一点。对，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四位呢，都把他们擅长的便当菜色提供给大家看一下。所以经过专家的提点呢，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时候，变化一下，巧思不断，大家每天吃的都有乐趣，美味又健康。谢谢大家分享，谢谢。